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同唱进唐诗《圣哉三一歌》。是三一主日，三一主日咧係每一年嘅教會年曆開始，當我哋用將臨節嚇係去等候主嘅降臨，紀念主耶穌基督嘅降生，同埋經歷主嘅同在嘅時候，咁咧就去到聖誕節啦，成個聖誕節期啊，耶穌基督嘅嚟到，咁然後聖誕節期之後咧就係受難復活。嘅節期啊，咁我哋咧就有40日嘅大齋期啊，然後經歷主嘅受死復活，然後咧就啱啱過咗嘅就係50日啊，50日嘅復活期。上個星期咧就係聖靈降臨日啊，咁樣咧就完成咗成個嘅三位一體啊，俾我哋三一真神俾我哋。所帶來的種嘅同在同埋祝福，所以今日咧就係三一主日，喺每一年都係喺聖靈降臨日之後。其實呢個係一個神學嘅主日嚟嘅，嚇，呢個唔係一個禮儀嘅主日，呢個係一個神學嘅主日，讓我哋咧今日即係清楚知道我哋所信嘅係三位一體嘅真神。所有唔信三位一體神嘅咧，都係喺被教會係叫做異端嘅。咁咧就由下個星期開始咧，就係聖靈降臨後嘅主日啦，一路去到11月底。然後又完結整個嘅教會年曆，就用基督我王主日咧，就作為總結啊！喺經歷整個一年嘅裏邊咧，耶穌係我哋嘅王，因為我所經歷嘅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好，让我们呢一起的启应，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与你同在。人对我说，你我同往主殿去，我听这话就极欢喜。你都来和我歌颂主，我要向全能的救主高声欢呼。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愿赞美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愿赞美也归于主的国，从现在直到永远。唯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的子民。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圣父，我们敬拜你，感谢你，为你的荣耀称颂你。主耶稣基督，圣父的独生圣子，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坐在圣父右边的主，应允我们的祷告，因为唯有基督是圣，唯有基督是主，唯有耶稣基督和圣灵，在上帝圣父荣耀里同为至上。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们同读本主日中文祈祷，三一主日的中文。天父，我们赞美你，藉着你的道和圣灵，你创造万物，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世界表明你的救恩。你又藉着圣灵，使我们能在你的生命和爱中有份。求你用荣光的远像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常常侍奉你，赞美你。圣父、圣子、圣灵，唯一上帝，世世无尽。阿门。请坐，请听今日的经课。今日第一节的经课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2-41节，即新约圣经165页，《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上帝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上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恼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必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那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上主的道。我哋一同咧以启应嘅方式诵读诗篇第八篇，读经台嘅先读，最后一节系同读嘅。耶和华啊，我哋嘅主啊，你嘅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嘅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请同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主耶稣基督的圣福音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由第16节读起。愿荣耀归于主基督。新约圣经44页，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上主的福音。愿赞美归于主基督。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因为呢，你是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你呢是很爱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一直呢都是这么爱我们，很想跟我们同在。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主日呢，我们更加去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的神。主啊，愿你呢都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呢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接受圣灵你想跟我们讲的说话。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上星期刚才主教都有讲过，上星期我们就庆祝了这个圣灵降临节。今天呢就是三一主日。上星期呢就看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呢，首先就讲圣灵降临啦，降临去到使徒的身上啦，然后呢他们有方言的能力，然后彼得呢就开始向以色列人来讲道。上星期呢我们就看了这篇讲道的上半集，今天呢其实是这篇讲道的下半集。也都是因为今天呢是三一的主日，所以呢我会围绕圣父、圣子和圣灵来去看彼得第一篇这个报道会这个讲道下半集。下一张，麻烦。关于圣父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天父阿爸父有什么印象呢？我听过不同的人讲过不同的描述，
有些人就會覺得，舊約那個耶和華神呢，好像很嚴厲啊，好像感覺很遠那樣的，又不知道怎樣要上個山才見到他的。但新約的耶穌呢就好像很近的，好像friendly 友善一點啊，充滿慈愛多一點啊樣。其實呢，新約的耶穌和舊約的耶和華神這個上帝呢是同一個上帝來的。天父，或者我們可以稱呼阿爸父啦，親切一點，他從來呢由頭到尾呢都很愛惜我們每一個。由一開始天父創造萬物，一路去到亞當和夏娃犯罪，一路去到人類的歷史，整個舊約裏面人類無數次地來到背叛神，但是呢天父一直以來都是這麼愛惜我們。並且呢，由即使人犯罪之後，天父一直以來都是想跟我們同在。同在是其中一個今天我會講的主題，就是講天父很想跟我們一起，很愛我們，很想跟我們有相交有團契。但是呢，因為人犯罪，人的罪呢以致到我們沒有辦法在上帝的聖潔裡面呢可以同存在，即如果我們有罪，但是我們去到上帝的裡面呢，上帝那種聖潔呢對我們反而是我們可能會死的。所以呢，上帝呢很愛我們，很想跟我們一起，但是呢我們有罪，所以整個救恩的故事呢就是這樣開始的。上帝很愛惜我們，很想跟我們一起，不願意見到我們被罪和死亡來捆綁。所以經文說呢，上帝啊，天父啦，藉著耶穌在我們中間行其神蹟奇事，並且呢透過耶穌被釘十字架，這個整個救恩都是天父的旨意來的。並且不是因為上帝喜歡見到耶穌受苦受罰，而是呢因為很想透過聖子他的兒子來到去透過他的死然後復活，將死亡和罪在我們身上的束縛來解除。整個救恩的故事呢都是因為上帝很想跟你和我一起，可以跟我們同在，以致到我們可以跟他享受團契。所以透過耶穌的死和復活承受了這個救恩，不是只是要你和我上天堂就完了，不是啊，上帝更加想跟我們建立關係，跟我們一起同在。下一張，麻煩再下一張先。彼得的講道呢，更加重要的就是講聖子耶穌。我們說聖父聖子，即耶穌呢是天父的兒子啦，並且他是基督。基督這個字啦，基督徒經常都說我是基督嘛，但其實究竟這個字背後是什麼意思呢？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尼賽亞這個字啦，其實是希伯來文 Messiah 的直譯來的，意思可以是指救世主。當時以色列人亡國被掳之後，上帝透過很多先知跟他們講說話，其中一個最大的應許呢就是告訴他們會有一個基督，會有一個救世主來到他們當中拯救他們。當時以色列人的理解呢就是會有一個拯救者脫離他們離開外邦人的管治，這個拯救者呢，這個救世主是上帝揀選的那一個，並且呢他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作王啦。在以色列人的文化裏面，唯有一個皇帝是會被油膏抹的，所以他們理解就是這個基督，這個救世主來的時候就是要作王的，要拯救他們脫離外邦人的管治，並且
是他们民族复兴的时候。这个听起来就很英雄的形象，很 heroic 的一个 icon。 我想起美国队长，美国队长是其实这个漫画是二战时期开始出版的，作者就塑造到这个英雄其实是美国军人，他又有超能力，又打败了很多坏人，甚至呢，如果你们有看过，他有几版呢，直情是封面是美国队长打败了德国的希特拉政权，打败了日本这样的。当时二战嘛，美国人就当然很想打赢场仗啦，所以美国队长这个角色，这个漫画呢就开始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慢慢制成动画，去到现在 Marvel 的电影成日都会见到美国队长在这里。我想讲的是美国人那种民族主义，那种我自己民族很强大，有一个救世主或者英雄出现呢，其实就好像美国队长这个漫画这个角色一样。好想告诉世界，我们美国的军队很强大，我们的军队可以打败这些坏人，维持世界和平。套用回到2000年前以色列人的心态，可能他们都是期待一个这样的基督，可能他们的心里面是期待的是一个这样的英雄，这样的救世主，希望他这个基督可以成为他们民族的英雄，打败罗马人。但是呢，下一张麻烦。但是呢，耶稣来作基督的形象呢，跟他们心目中的基督那个救世主呢，刚刚完全相反。耶稣来在地上来到传福音，行神迹奇事，完全不是要行英雄主义。他不是带着一队军队走入去耶路撒冷，然后就推倒罗马政权，不是。上帝的视野，他的道高过我们的道，他要拯救我们的不是只是地上的政权，更加是我们的罪和死亡对我们的束缚。这个基督不是一个很犀利的军队队长，而是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受罪受苦的一个基督，为的是你和我可以在罪里面和死亡里面得到释放。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的基督在地上来到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要威，不是好像英雄一样拿尽了彩，而是很有这个谦卑，愿意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牺牲。我们回去圣子是主那页，麻烦。圣子耶稣除了是基督也都是主，这个都是彼得整个讲道里面最重要想人相信的，就是这个耶稣是基督也都是主。主权这个 Lordship 是我们整个基督教或者我们整个文化里面最重视的一样东西。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引用了大卫写的诗篇110篇的一节，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个主对我主说呢，其实呢意思就是天父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就好像这个 icon 这样，这个是圣父，右边是圣子。意思是什么呢？坐在一个宝座上面，意思是他们要作王。右边在旧约里面很多这些字眼，你在我的右边，意思是荣耀和尊贵这样的意思。
因为圣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天父将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荣耀都是赐给耶稣，立他为王，为万物的主，并且要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魔鬼的权势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上帝的权，一切万物的权柄都已经归在他的脚下了。所以耶稣基督也都是主。我们探讨完圣父和圣子之后，我就下去看圣灵。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三位就是圣灵，也都是因为耶稣说他升天之后，天父就差派圣灵来到人的当中。这个也都是刚才我一开始说，天父由头到尾都很想和我们一起，但因为我们有罪，上帝的圣洁很可能结果会令到我们没办法生存的，所以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和我们一起，用人的样式和我们一起成就救恩。当他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之后，谁和我们一起呢？就是圣灵。上帝透过圣灵现在和你和我都在一起。在上个星期圣灵降临节里面，我们都看过圣灵让到使徒得着能力，可能是用方言，或者是之后我们再看使徒信经里面都有不同的神迹奇事的。最重要的是圣灵是叫我们有能力来到去做耶稣的见证，我们来这个世界得着圣灵的能力是要做耶稣的见证。并且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到，就是众人，彼得和这班人讲完这个福音之后，众人觉得扎心。英文是说 cut the heart， 心好像被刀剑斩了， 切到那么痛，扎心。然后他们就问彼得，我们可以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并且要接受洗礼。相信圣灵都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的，除了给我们可能有能力讲方言，做很多医治神迹奇事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以至到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道。当我们有做得不好，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他叫我们扎心。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弟兄姊妹。这个也都是上帝和我们同在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创天造地的圣父，这个上帝呢，他自己的灵啊，圣灵浇灌下来给我们。一切由一开始创造天地到今日到将来，都是因为这个上帝很想跟我们一起。下一章，唔该。三位一体这个字呢，其实一个刚才主教都讲是一个神学的概念来的，在圣经未必找到这个字眼的。但是呢，如果有回得耐的弟兄姊妹呢，应该有印象，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背诵尼西亚信经啦，又或者使徒信经的。我们就会讲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神。其实这个信经就是表达了我们所信三位一体的上帝。要解释三位一体呢，我真的读多几个博士学位都解释不完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不会讲这么多样东西，但是呢，我只是将焦点放在父子圣灵之间的那个关系。刚才呢，我就很简短很快地讲了天父、耶稣、圣子一路去到圣灵，
點樣咧？佢哋係一路遵行天父嘅旨意啦，並且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嚟到同我哋一齊。其中想講嘅咧就係佢哋之間嘅關係咧係完全嘅合一，完全嘅 in unity。並且咧佢哋呢個合一咧係喺完全愛嘅關係裏邊，喺呢個完美嘅團契有 communion 裏邊。亦都喺呢個愛嘅關係裏邊咧，聖父、聖子、聖靈咧係彼此信服。呢個信服咧，同我哋世界理解嘅信服好唔同嘅。世界上好多有權有勢嘅人，要你要我哋信服，可能咧係做一啲嘢令到我哋好驚，出於恐懼，所以我哋信服。但係耶穌基督嘅權並唔係要我哋活在恐懼裏面，而是因為他的愛。這個是跟我們世界理解的關係，跟人之間的相處很不同。不是因為他有權有勢很厲害，我很害怕所以我信服，而是因為這個上帝很愛很愛我們，所以我們信服。这个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那个完完全全 imperfect， 这个 perfect 的 communion， 这个团契就是充满了爱，也是因为爱，所以他们彼此信服。这个信服的意思就是他很想跟我们一起，所以耶稣基督愿意信服天父的旨意。也不是说耶稣自己在地上话事做啲乜嘢就自己一个去做，唔系耶稣基督喺地上做嘅每一样嘢咧，亦都系天父嘅旨意，亦都系有圣灵嘅同在。就算今时今日圣灵向人启示，俾我哋可能系天父嘅旨意啦，亦都唔会同耶稣喺地上嘅教导相违背。呢个系三位一体。當我們熟悉的大使命裏面，奉父子聖靈的名去施洗，中文呢個譯本表達不到眾數還是單數，英文呢就寫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單一個名字而已， Singular， 意思是我們所信的神是一個神，但是有聖父、聖子、聖靈，並且這三個位格呢在完完全全的合一裏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經常說信耶穌、信耶穌，我們不只是信耶穌一個的，我們都信，我們更加信聖父和聖靈。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剛才主教也有提過，就是有很多異端呢，例如可能摩門教啦，又或者耶和華見證人啦，佢可能都信耶穌噶，但系信耶穌啲乜嘢咧？佢又信唔信聖父同埋聖靈咧？其他呢啲嘅異端，我哋稱之為就係因為佢哋所信嘅唔係三位一體嘅神。咁所以當我哋去了解其實我哋信嘅係乜嘢嘅時候咧，弟兄姊妹啊！三位一體很重要的。再下一張，彼得的講道最後呢其實是概括了信耶穌或者做基督徒是什麼意思。第37節那裡說，故此以色列家當確實知道，你們釘十字架上面的這位耶穌，上帝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我相信大家在教會一段日子都很習慣聽到耶穌基督是主，耶穌是基督。但我想說信耶穌不是只是為了赦罪上天堂就完的，不是的，而是我剛才我所說的這個三位一體的上帝很想跟我們有關係，想跟我們享受跟祂一切的團契。這個關係同我哋個人嘅關係，以至到我哋承認佢係我哋生命、個人生命嘅主、個人生命嘅基督。彼得
講完道咧，就叫啲人悔改同埋受洗。咁啊，呢兩個星期咧，其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我哋以馬內利堂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喺呢兩個星期咧會洗禮啦、堅信啦，同埋按手禮。洗禮嘅意義咧，其實就係講緊進入呢個三位一體神裏邊嘅團契。呢一個團契咧，上帝唔係淨係聖父、聖子、聖靈三個自己唯唯唯咁就完嘅，佢想我哋同佢一齊，佢想我哋進入呢一個三位一體嘅團契裏邊，享受與佢同在。洗禮就係進入阿爸父、耶穌基督同埋聖靈之間一齊享受呢一個團契，並且呢個團契裏邊係充滿住完美完全嘅愛。聖靈住在我們心裏面，叫我們明白上帝的旨意，並且效法耶穌基督的樣式。這個關係，這個團契才是救恩裏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基督徒其實是怎樣呢？其實英文 Christian 其實是 Little Christ 的意思，好像基督但是小粒啲，意思是我哋都跟随耶稣，跟随得嚟咧，我哋行事为人其实就喺地上反映咗基督嘅样式一样。彼得咧鼓励众人咧要脱离呢个弯曲嘅世代，系啊，呢个世代咧好邪恶，好多嘢咧叫我哋唔信呢一个三位一体嘅神，所以咧我哋更加要分别为圣，同其他不信的人，我们的行为举止不可以一样。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讲的每一句说话来去做基督的见证。讲就易，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我们很不喜欢，我们都会很想耶稣好像美国队长一来就不知道，可能一拳打下去，又或者可能我们很想基督嚟到咧，好似美國隊長咁啊，好威英雄咁出場，咁啊令到呢啲我哋唔中意嘅人咧就收聲。感謝主，耶穌呢個基督嚟到咧，唔係要嚟定世人嘅罪，而係要叫世人得生命。我哋作為基督徒咧，我哋係要學下基督啊，我哋唔係要嚟做英雄啊。我们也不是要来定其他人的罪，而是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叫我们身边的人都去认识到这个基督是多么爱他们每一个。我们又愿不愿意效法基督的样式，来到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去原谅他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彼得这个讲道讲给那些人呢，是什么人来的？彼得说是你们有份钉死的那个耶稣，意思是这一班人是有份大喊杀死他或者钉他十字架的那班人。彼得用人的心的话，大可以觉得这班人有份喊话杀死耶稣的，我不想帮他们，不想他们得到救恩，我不讲道，可以的。感谢主彼得没这样做，感谢主彼得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经历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个大爱，以致到他愿意向这一班人来讲救恩的福音。甚至去到《使徒行传》后面再看使徒彼得是受逼迫，甚至被倒钉十字架，他都要继续讲这个福音。这个是三位一体神在他生命里面做的奇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生命怎样反映出基督徒或者基督的样式。你的同事啊，你楼下的清洁工啊，甚至是餐厅出餐给你的那个侍应，又或者是赚你钱的那个人啊，
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子女，你的伴侣看不看得出你是基督徒，你和他们相处，你们的言行举止是否反映基督徒的样式呢？我们每一个人和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的团契呢，其实是直接反映了我们在不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团契里面的，很直接反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时候和上帝关系不是特别好，或者没什么祈祷的时候特别猛狠的，对人特别没有耐性的。是的，我们同上帝之间的团契其实直接在我们同人之间的团契反映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些人你觉得你得罪了他，又或者可能他得罪了你，你觉得很难去到宽恕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扎心，我鼓励你悔改回转，好像彼得说接受圣灵的洗礼，一起进入上帝的团契里面。最后一章，我前排就听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班学生就去参观一个做金器的工厂，他就看到一个金匠就拿着一个金的戒指就放在很热的火上烧到红了，就再揼啊，再磨造啊，这样烧到很红之后浸落水之后望一望，跟住咧又覺得味係好得，再燒，然後咧再浸水，再揼各樣。咁啊，學生咧就問個金匠：你每一次咁樣燒熱佢，然後再做嗰個模嗰個模，睇一睇，你又再燒，你點知道？你點先知道嗰個金戒指已經做好啊？要磨到幾時啊？因為金匠咧就同呢個學生講。磨到光滑面，然后我见到自己的样子，磨到见到这个金像的样子，反映到出来 reflect 到他的形象。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有神形象而造的人，当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生命理当要反映基督的样式，作他的见证。我们经常说传福音，传福音不只是说的，我们生命的行为举止，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比起我们说十句更加来得重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你用尽不同的方法，你咧好想同我哋一齐，与我哋同在，以至到咧，即系我哋可以成为你嘅儿女，以至到咧，我哋可以喺我哋生命里边咧经历你嘅大能。愿主咧，你真系加添我哋嘅力量啊！因为咧，我哋有好多地方仲未能够做到你嘅见证，但系主啊，多谢你有怜悯，愿你咧真系透过圣灵咧。繼續的來到去充滿我們，以致到我們有能力，以致到我們可以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首先進入你的團契，以致到我們對人對事一切都是能夠反映出你的樣式，在地上作你的見證。多謝主你聽我們祈禱，奉主名求，阿門。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始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门。让我们一同宣认普世教会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同众弥迦拿信经。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
從真神所出的真神，是生成非造成，與聖父同體，萬物都是藉著他受造，他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的大能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並成為人，在本丟比拉多手下為我們被釘十字架，被害受死而葬，應驗了聖經的話，第三天他復活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他將在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永無窮盡。我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的，從聖父聖子所出，和聖父聖子同受敬拜，同享尊榮。他憑眾先知傳語，我們信使徒所傳唯一聖義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賜的獨一洗禮，我們盼望死後的復活並來世的永生。阿門。請坐，我們同心禱告。本主日牧區代禱網絡，我們為身體欠安的吳李寶珠、韋婉環、何陳燕聯、何根、周富容、潘妙如、白德士、白曹慧娟、郭顏少薇、潘劉桂香、孤宇宙、孤靈志斌、李許恩禱告，願主醫治憐憫軟弱的肢體，讓他們在軟弱當中能夠仰望三位一體的上帝。我們同用啟應的方式禱告。天父啊，我們為聖義工的教會祈禱，使我們可以合二為一，求你使教會的每一位信徒都能真心謙卑服侍你，使一切人都能歸榮耀與你的名。我們為一切主教牧師會理禱告，使他們可以成為你聖道和聖禮的中心執事。我們為世上萬國一切執政掌權的人禱告，使人間可以有正義與和平。求你施恩，使我們大家在所從的事的工作當中都能遵行你的旨意，使我們的工作能夠在你眼前蒙悦納。求你憐憫那些被各樣憂傷或困苦所纏繞的人們，使他們可以從苦惱中得拯救。求你賜給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使光明永遠照耀他們。我們為已經進入喜樂的眾聖徒讚美主，使我們也可以共享天國的福樂。我們要為自己以及別人的需要禱告。請聽我主耶穌基督的話，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這是第一最大的戒命，其次要愛人如己，也是這樣。現在讓我們承認對上帝和對友鄰的過錯。 Let us confess our sins in penitence and faith, firmly resolved to keep God's commandments and to live in love and peace with all men. We recite the confession together.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懇求你施憐憫，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的以往，輔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好叫我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蒙你悅納，以歸榮耀給你的聖名。阿門。能够上帝施恩俾你哋，藉着我哋嘅主耶稣基督，饶恕你哋所犯嘅罪，增强你哋行善嘅力量，以圣灵嘅大能保守你哋进入永生。阿门。请起立 ，please stand。主耶稣基督话：我留下平安俾你哋，我将自己嘅平安赐俾你哋，我所俾你哋嘅唔系好似世人所俾嘅。愿主嘅平安常与你同在。让我哋同唱我哋嘅堂歌。来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祂的同在。Emmanuel， 神与你同在。Emmanuel，
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宽恕赐下怜悯，抛开怨恨，为救万人。Emmanuel, Emmanuel, 神与我同在。Emmanuel, 常与我同在，在每一天为我去担起失意，冲破障碍迷茫，天天仰望，未怕独行。Emmanuel， 愿主平安常与你同在，让我们互相祝福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既然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请同唱奉献诗《齐来谢主歌》。从天涯。
但求拜同心，昔在今在永在，千秋万古永恒。阿弥陀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应当感谢我主上帝，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你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合理的，也是美好可喜的事。圣父与永恒的圣子和圣灵，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上主，是三一神圣联成一体。我们赞美唯一同等尊荣的圣父、圣子、圣灵，因为这样我们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主有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话：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上帝，你的荣光充满天地，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在至高之处亦当称颂主。恩慈的圣父，在你无穷的大爱里，你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当我们陷落到罪恶里，受到邪恶和死亡的辖制时，你怜悯我们，差遣你独生永恒的圣子降生为人，经历生死。他为遵行你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作为全人类完全的活祭，使我们和你万有的圣父上帝重新和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分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以纪念我。餐后的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递给门徒说：你们都拿这个喝，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和众人为赦罪流的，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做以纪念我。因此我们要宣扬信仰的奥秘，说基督曾经受死，基督现已复活，基督将要再临。天父啊，我们举行这称颂和感谢的献祭，纪念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将这些礼物奉献给你，追念圣子的受死、复活和升天。求你用圣灵将这饼和酒分别为圣，成为你圣子的身体和宝血，这是你的子民在基督里所享受永恒新生命的圣洁饮食。也求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叫我们可以诚心领受这圣礼，在合一恒心与平安里服侍你，到了末日就可以与你的众圣徒进入你永远的国度里同享喜乐。我们所愿所求的都是靠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唯愿一切尊贵荣耀归于全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现在遵照我们救主基督的教训，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擘开这个饼，分享基督的身体。我们虽众仍属一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饼。上帝赐给使命的圣物，应当用信心前来领受，纪念基督为你们舍身流血，心里感谢。
Please stand, 请起立，我们同读感谢文。天父永生的上帝，你已经施恩接纳我们作为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活泼肢体，并在他圣体宝血的圣事里用灵粮喂养了我们。现在求你差遣我们平安奔走世情，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专心乐意的敬爱主、服侍主，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圣三位一体的上帝，使你们在信心和爱心上坚强起来，在各方面保卫你们，又在真理和平安里面引领你们，又完全能够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你们，保护你们，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我请坐。Well, what a joy, yeah. We welcome Asana again. Yeah. Welcome Asana. Yeah. So he copied the Bible with us, I think, four to five years ago. Every morning he came 7 a.m. 哈。咁佢係埃塞俄比亞嚟嘅非洲人嚟嘅。啊，當時嚟嘅時候佢係一個無家可歸嘅人。咁我哋咧就幫助佢啦，俾食物佢啦。係啦。咁佢咧就去咗，好似係去咗渥太華咁咧，就冇見佢幾年啊，再翻嚟啊，又肥咗啦嚇，就我相信咧，佢都係揾到工作啊咁樣啊，咁呢個都係以馬內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初嚟都好驚嘅，一個無家可歸嘅人又到嚟同我一齊抄聖經，一齊領聖餐咁啊係啦，咁啊。好開心今日，特別三一主日嚇。So it's so good to see you. Yeah. 好，咁我哋咧就個泊車嘅情況咧，就係請大家再睇一睇下。而家係得兩個位咧係唔可以泊嘅啫。其實咧就喺嗰個以往個業主，而家係一個補習嘅中心咧，就喺出邊嘅嗰邊嗰兩個位。咁其實我哋已經擺咗兩個嘅桶喺度㗎啦嚇，不過再講多次俾大家聽。如果發覺大家係泊咗，咁我哋都要大家移開，因為佢哋要翻工啊嚇。再下一張嚇嚇，就係呢兩個位啫嚇。咁就唔係我哋前邊嗰啲位嚟嘅 ，OK 嚇。係嗰邊嚇。好，係啦，咁樣咧就教會有啲近期嘅活動嘅嚇。咁啊 ，George 牧師都好咧，就係將我哋做咗一個。summary 啊嚇，咁一陣間咧就會有英文崇拜舉行咧，就係、是、graduation Sunday 啦，同埋佢哋有一位洗禮，同埋有三位係按手堅信禮嘅，係啊，包括咧就係、是、George 牧師嘅大女啦，同埋 Alan 嘅女嚇、Michelle 嚇、我哋都係好開心嘅嚇。咁、咧就小兒咧就係、是、伍恩樂嚇、Ethan 咧就係同埋Charlene 咧，就佢哋兩位都係我哋嘅教友嚟嘅嚇，咁、樣咧就將會喺嚟緊呢個星期六咧。係結婚嘅，12:30咧喺呢度有阿 George 牧師主禮嘅。咁有啲弟兄姊妹問可唔可以嚟啊？梗係可以嚟啦！我哋係登個周刊，因為逢親係我哋教會所有嘅聖禮啊活動啊，我哋登個周刊都係歡迎大家嚟參加嘅嚇。咁、樣咧就請為呢對新人祈禱啦嚇、就係12:30嚇嚟緊呢個星期六6月10日。就下個星期日咧，又係好開心啦嚇！就係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嘅聯合崇拜。咁我哋咧有五位弟兄姊妹洗禮，同埋有18位嘅弟兄姊妹咧係領受按手堅信禮嘅。咁我真係好感恩嚇，因為咧我感受到呢個係我哋一個嘅復興嘅時間嚇，即係一個 revival 嚟嘅嚇。經歷咗咧舊年一年多嚇，因著扣堂嘅問題。所帶嚟好多好多嘅事嚇，亦都係 COVID-19 啊咁樣，係好值得開心嘅啊。咁就7月2日咧，就會有又係我小兒嚇，阿恩信牧師咧，同埋 Anna 師母嚇，同埋我哋個孫阿蘇兒咧，就一個差遣嘅崇拜。咁佢哋咧就正式牧師正式做到full time 嘅牧師咧，係會到6月底嘅嚇。咁樣咧就佢哋咧會被差遣係去做宣教士嚇，咁就咁當日咧我亦都係請咗咧潘希宇牧師嚇、潘希宇牧師咧就係、是、嚟講道嚇，咁、咧潘希宇牧師就係親身包覆嚇呢一個嘅基督教嘅機構啦，
亦都可以話係我嘅其中一個嘅屬靈嘅哥哥啦，或者係屬靈嘅爸爸啦嚇，同埋潘師母都會嚟嚇。咁咧就讓我哋好開心嘅嚇。咁我哋教會嚇唔單止咧係去帶出咗一個嘅牧師嚇，更加係成為一個宣教士咧，係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嚇，讓人係可以認識主耶穌嘅。咁呢個就係7月2號係啦。咁樣咧就其他嘅宣佈咧，就請大家留意周刊啦。咁聽日咧就係有第一次嘅嗰個嘅 connecting workshop 嚇，就連續三個星期嘅。咁我哋其實已經開咗三年㗎啦嚇，我喺2020年當呢個 COVID 最如火如荼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好多嘢都 disconnect 啊，我見到好多人都 disconnect 曬嚇，我哋啲牧師啊、主教全部咁樣 disconnect 曬。咁所以咧，我領受到一個字就係 connecting 啊，咁就因為呢個 connecting 呢個字咧，就有 connecting workshop 啦。咁我哋2021年咧就開始嚇，每一年有三個 connecting workshop。咁做咗兩年，咁咧舊年咧啲主教長啊、主教咧覺得非常之好，咁就唔單止係 AM Canada， 而且係成為咗成個 Anglican Mission 嘅，所以我好開心啊嚇！呢個星期一咧，我哋會有啊 Cordini 大主教啊、Marcy Mango 大主教啊，有好多個主教喺非洲啊，喺各地嚟到嚇，就我哋有一位嘅主教係我哋一位新嘅主教嚇 ，Bishop Page 40几岁嘅啫嚇，咁就係一個神學家。神學院的教授，亦都是美國陸軍的牧師，他的職位是做到上教的，即是將軍之下的級，他現在管11000個軍隊，包括不知多少個牧師了，就他講的就是去 church planting 和三位一體，我們 Anglican Mission 是 three stream 的，就是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Liturgy，我哋係 Evangelical Church， 我哋亦都係有聖靈嘅教會，咁所以非常之好嘅。如果未報名嘅，請大家報，而家仲可以報名嘅。咁嗰個 link 咧就喺呢度，或者係我哋 AM Canada 就係 AM Canada 嗰個 website 嘅啫嚇。咁希望聽日可以見到大家嚇，咁啊我哋可以互相 connect 埋一齊，又可以同埋我哋咧真係可能未見過嘅主教大主教咧一齊 connect 埋一齊。最重要嘅唔係學啲咩嘢，最重要我哋係 connect 埋喺埋一齊。我哋一齊去享受成個同在，咁就係啦。嗱，個網上夏令會咧就未報名嘅，就真係快啲報名啦嚇。因為陳牧師夫婦咧就係喺新加坡嚟，係喺個 Zoom 嗰度咧同我哋做一個夏令會，係好寶貴嘅。啊，願望大家咧真係去報名啦嚇。特別頭先咧，Christine傳道講嚇，即有陣時當我哋喺呢個嘅境況裏邊咧，有啲嘢令到我哋真係好掹掙啊，係嘛？不知點解做基督徒都會發脾氣嘅，哇，好燥喎咁樣。其實你睇唔到呢個 Covid 咧，所謂人帶嚟嗰種嘅 disconnect， 嗰種你唔知點解突然間係扯火嘅。咁啊，陳牧師夫婦經過祈禱咧，佢覺得神要佢哋兩夫婦咧去幫助我哋，藉著呢個嘅主題嚇，就係咧個主題咧就係情緒管理同埋人際關係，點樣因著主耶穌。能夠更好同人交往並且處理自己嘅情緒，哇！我覺得真係好得無比啊！淨係對症下藥咧，喺呢三年幾個裏邊啊，唔單止幫到你，更加咧你可能會幫到一啲係扯緊火嘅人喎，佢哋唔係基督徒喎，咁你帶佢哋信耶穌咯，咁就啱唔啱啊？啊，好，咁咧願望大家快啲報名啊！其他報告請大家睇最後一項。請同唱退堂詩《天父引導歌》。
我们愿一诸分明，诸亲亲上。我哋要在圣灵嘅能力里欢欣喜乐，感谢上主。